约翰三书第一章，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，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默甚于愿你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元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弟兄和客旅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依着敬虔的样式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为他们是为他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我曾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我必回想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低米丢行善，为众人所称赞，又为真理所称许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我信我会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愿你平安。我们众位朋友都问你安，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。